我们在做心智图有三个，一个叫做关键字，所以等一下你在选的时候，你也要看它有没有用关键词语。第二个，心智图的完整度高，当然啦，你要够完整，人家还会给你高分嘛，对不对？ 第三个，同一个枝节不重复于此，什么意思？其实一个地方是你们要讲的是整组一样，整组一起，我们要分组协作，分组协作。然后老师有把现在的支点锁住，也就是你那个节点，你不能删掉，可是你会增加，可以启动支点图准备喽。好，先6分钟哦，预备。 时间剩下最后1分钟了。 哇，原来我们相似的地方这么多啊！有没有发现 AI 很快速的把它整理成一张了？那我。